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再来呀！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
妈的，我被养了，兄弟，帮我个忙吧，把我给毙了。我先想办法找到妹妹。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
终于找到子弹了。可怜的家伙，丑八怪！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被锁了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开门。再来，叫你脑袋开挂！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去死吧！程程姐的厉害，再见。看来我是彻底活不下去了。那么听到知道路径的这位陌生人，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带着我最后的希望活下去吧。程程姐的厉害，终于找到子弹了。
想办法冲出去，快跑，出口就在前面。该死，什么都不开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些该死的坏蛋！Yeah.
下地狱吧！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可怜的家伙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再来呀。可怜的家伙，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超能力。门被锁了。
终于找到子弹了。这些该死的坏蛋。